最新消息，因为二度表演压枪，莫兰特可能面临重罚。今天他还在社交媒体上与家人深情告别，发了几张与家人的合照，搜肠刮肚以后配了一个词儿：拜。那么我们真的要让这样一个青年才俊就此陨落吗？绝不能。为此我给莫兰特想出了一个包含全流程的洗白套路，如果他需要外包，我愿意负责全部的策划与拍摄，这要200万，那张去蒙菲斯的机票。第一期视频策划，因为宣扬自由，我被 NBA 孤立，以及遭受无休无止的网络暴力。第二期，因为被孤立和网络暴力，我患上了抑郁症。第三期，退役声明，我是如何在花样年华遭到资本联合迫害的。第四期，回归球场以及未来的计划和承诺。第五期，肖华和 MVP 奖杯是如何让我走出抑郁的。第六期，不要笑挑战，我的 NBA 生活到底有多欢乐。第七期，蹭饭大挑战，我的兄弟贝恩是吃什么发育的这么好的。经历这样一套流程，莫兰特即可重新洗白，继续上演孟菲斯秀。